转身，不要让我看到你们的脸。虽然你们都很可爱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，请你们谅解。往前走，看到那个养生按摩店有没有？你们的脚一定很酸，很想去按摩，对不对？往那家店走就对了。到底是哪位明星驾到，必须劳师动众，让工作人员出马使尽绝招，要粉丝们乖乖听话整队呢？答案就是韩流女神少女时代的润儿，在今天大驾光临台中逢甲商圈，为代言的韩系服饰品牌亲临现场，参加旗舰店开幕仪式。由于仅有30名被抽中的幸运粉丝能近距离见到润儿女神，活动还没开始，逢甲商圈已有1500名粉丝迟迟守候，热情挤爆马路。让首次只身来台出席活动的润儿心情超级好，全程面带笑容，凭借粉丝对他大喊“好想你，我爱你”，他也立刻用中文回应。大家好，我是 H 代言人敏儿。今天见到你们，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参加韩系服饰品牌开幕活动，过程短短10分钟，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让现场上千名粉丝尖叫不已。润儿在结束活动后到店家2楼接受采访，还贴心到落地窗旁向外头挥手致意，满足在场外粉丝们还想再多看到他的愿望。我期待下一次的相见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